那先来说一下装门拉手的这个门轿是黑色的，一般情况下，在它，你看到门那边有两个孔，然后对应的是在这后面，也会有两个孔，然后用这个螺丝把那个垫片穿到这个螺丝里面去，穿这个螺丝里面去，然后从后面穿进去，这边，这儿，从这个孔穿进去。然后就可以刚好对着那个拉手的那个上面那个孔，再用螺丝刀把它拧紧就可以。装完之后，然后再把这个门缝把它直接按回去就可以了，上下是一样的，这样的这个门拉手就装好了。